12月9日，高以翔工作室通过微博感谢粉丝的千纸鹤，并表示因为目前数量非常大，所以定于12月10日中午12点截止接收千纸鹤，但是粉丝仍然可以拍下千纸鹤的照片上传留言以表哀思。公司方面将尽力在告别前将大家的心意转达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